Hello， 我是 Crystal， 欢迎大家收看 Style TV。 接下来圣诞有这么多大大小小的节目，当然要为肌肤做好准备了。而连续几天化妆参加圣诞 Party， 不够分很容易会出现肤色暗沉的情况，所以 Party 前后的肌肤保养都是不可以忽视的。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比 Full Mask 更加方便快捷，同时可以在家都轻松做到的9分钟肌肤护理了。我手上这个 LG Pro L 光学净化紧致 LED 面罩，就可以针对改善前额、法令纹、眼周肌肤，极速做到全方位护肤功效，啱晒冇时间出去做 facial， 又或者想一次过解决多种肌肤需要的女生。LG Pro L 面罩的红色 LED 和 IR 两种光能够渗透肌底，提升整体肌肤弹性，同时发挥美白功效，令到肌肤迅速回复细嫩紧致，用来急救疲倦暗哑的肌肤就最适合不过了。 LG Pro L 面罩还配备防刺眼的眼罩设计，而且在正确佩戴的情况之下 LED 才会启动，加上产品通过美国 FDA 认证，使用的时候就更加安全了。另外它还可以透过 USB 线直接充电，充一次电就可以用到一个星期，加上配备底座和收纳袋，今个圣诞带去旅行就更加方便了。如果你都想试下这个9分钟的护肤神器，那就不要错过今次 giveaway 活动了。只要由即日起至到12月20号中午12点，在这个 Facebook post 下面留言回答片中的问题，最有创意的留言者就可以获得韩国特别版白色拼金色的 LG Pro L 光学净化紧致 LED 面罩一个。快点听朋友一起参加啦！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